染色体病变造成我们走路不良这样子，踩出去的那一步，我会拖着走，讲快点就是拖头啦，两脚站的话是弯曲的，会有一个类似 V 型的状态。姐姐她就是我们讲的马脚，就是变成一个像月亮这样子一个幅度。残障手册，我家四个人四个都有，我们家都是肢体障碍的啊，啊我妈是轻度的啊，我姐我都是中度的啊，我爸是重度的。我不知道要怎么去讲我爸这件事，我把我爸爸都是死掉了，因为他的病情太怪了，毕竟他是一家之主嘛，没有办法把我养这么大，今天他倒下了，我也是一定要想办法，我会想办法让他，我至少不要让他饿到。你怎么知道是哪里坏掉？这一只就是发热管，然后它就是完全的不会动作，不会发热。我学了快十年，什么都修，什么都修，只有人不会修而已。阿志幽默的开自己玩笑，因为来自遗传的一双脚，他曾试图手术，无奈医不好。然而最令他挫折的是新冠疫情，全家没有收入，使得父亲的忧郁症更严重了。那种被害妄想症一定给阿起来，然后就在那里就赶快吃一吃，不然哦，等一下什么法院要来查封房子啊，车子要被拖走啊。然后说，若要死，我家己来去就好。啊，恁来紧走。有一次中午，我们去社区拿那个午餐，然后吃一吃，鬼人蹦起，整个人摔在地上，整个全身僵硬，然后整个爆青筋，我们也扶不起来，然后就赶快叫我姐叫救护车来。走路再困难，阿志和姐姐都没有推卸照顾父亲的责任，但在爸爸昏倒急诊时，院方的病危通知却让他们陷入生死难关的抉择。我们当初是想说，如果不行我们要放弃，就是结束爸爸这样子，因为我爸本来就比较忧郁，拢想袂开。卖错。其实说真的很怕，我会不会就突然就，这就不会。你用，你会病的。哦，卖床。阿志别哭，哪怕至今依旧检查不出昏倒的原因，还好有姐姐互为支持，两个人一起面对急剧转变的病程，照料卧床的爸爸。通常他抖动，我一定是最靠近他的，我就是赶快压腿啊，叫王柏芝先稳定他身体，把他稳定住，不要他跌倒。像我们这样子在洗澡，不要他抖动，身体滑下去，我们就都要停下来，把他扶起来，就是要把他坐正才可以。
爸常态性的僵直颤抖，姐姐很能应付了。以往他曾经在服务业工作，双脚还能站立一整天，如今靠着推车走路，他撑得住，不把爸爸送安养中心。我们也会老化啊，我们会提早退化啊，行动上可能也会越来越不方便啊。虽然现在的安护中心可能会不错，都很好，可是你有阿妈的潜力，就是说我阿妈本来也都是一个老人家，坐在门口看天看地啊，怎么送去之后要被绑着，就很可怜，所以不想让爸爸经历过这样子啊。啊，讲后期我们真的不行了，那就是不得不，这才是我们最后的选择。现在这样子就好了，他能过一天算一天，至少 你能看到他是平安的，那就好了。这全部都是镜片，大小片都有，满满的，方形的，像这种方形的。当你这块镜子破掉，你没有镜子可以换，你就是要靠这个镜子自己慢慢磨。磨到一样的程度，然后把它压进去。怎么会留这么多东西啊？因为有时候买材料的话不一定会有，所以他会捡一些起来，比较常换到的就会收一些起来。爸爸靠维修钟表养大孩子，不被命运打倒的精神早已潜移默化。哪怕疫情严峻，加上爸爸重病，迫使阿志创业的鸡蛋糕歇业半年，他也没有因此而放弃。人家看到就是说，你敢发抖？对吧？你无发抖啊？你敢会做诶？不会做诶？人家第一个考虑的是讲，你无发抖。虽然说创业很多困难，但是我觉得你不去克服你自己的问题，去排解，你永远找不到机会。就是刚才说的，我们可不可以去胜任这个工作？站得了吗？有办法做吗？弟弟很聪明，不能站，我们坐着嘛，他就去找了高脚椅，对。啊，然后我太矮不够高，他就帮我做了一个垫脚板。一份奶油卡士达，一份奶油卡士达就可以吗？一个千丝起司。好。啊，袋子上都有帮你标注口味了，然后我们要趁热吃啊，谢谢你，拜拜。困境就是第一个疫情嘛，第二个也怎么讲，同业攻击，就是说我们卖弄可怜，博取同情，所以就是怎么，我不知道怎么讲这个。奶油不用等，其他要现等现做哦。要什么口味？起司的。好，看要不要试试我们的咸蛋黄呢？咸咸甜甜的，手工做的奶酥啊。你要是说我们不会自卑是不可能的事，你自卑也没有用。别人的眼睛是别人的眼睛，他怎么想你，他怎么想都没有用。自己踏出这一步，其实我也很怕。说失败，付出的你收不回。那这里蛋为什么要一颗一颗的打？因为就是怕会有。打到不好的、坏掉的，如果这样直接打下去的话，如果坏掉了，我这一锅蛋全部都报废了。没有失败的本钱，夜深人静的小巷里传来机器声，
阿志正在熬夜做鸡蛋糕的面皮，一桶制成一个多小时，一个晚上做两至三桶。没赚啊，因为蛋太贵了啊。有人觉得做鸡蛋糕很好赚，但是我的是超难赚。看得到的东西都是真材实料的，而且我重点不加泡打粉，要吃的就是健康啊。我就是要打蛋，要打很久。啊，我如果加泡打粉，我不用那么浪费时间在这里等待。跟亲戚学习，加上数不清的失败经验，阿志才做出独门配方。认真的工作态度，其实在过去的职场早就深获老板青睐。如果不是因为一场大火，他不会被迫转行。好了，导演，你会冷吗？我好热。说真的，休息了，我整个就失业了啊。工厂刚好有缺人，亲朋好友知道他们有在请残障人士的，就叫我去看看看他们要不要请。然后进去之后，柜台小姐跟我说：“我们宁愿请 A 高啊，我也不要请你这种残障诶。”我算是我比较想克服自己心魔，所以我踏出了我这一步去创业，因为至少你靠你自己双手去赚的啦。刚开始是里长带过来的啦，因为就是师姐他们讲话就是比较亲切啦。那我觉得我有笑点，听我讲话你笑了，那我就开心。哎呀，不听，你先我讲。我改过呀，啊，就是二蛋啦，有听无？啊，改是二蛋啦。伊看到我呢，感觉讲，哦，这师姐可能足爱讲话啦。伊看到我嘛笑眯眯，啊，咱看到嘛感觉足欢喜心的啦。常常来买鸡蛋糕的慈济之工蔡秀菊，因为阿美专案认识了阿志。这是慈济专为年长者与身障者加强居家安全、预防跌倒的专案。我当时说你腿软，不如跳腿绝对适合。他们拍给我就看看图而已啊，就看图，然后你就想颜色，想办法把它找出来，不会差太多，这样子就好了。那就没有问题了。看起来落差也还好。志工做好扶手之后，才得知浴缸竟是洗澡的障碍。于是志工自己加码，免费拆浴缸、重做防水、油漆等等。工期从一天变成三天。之前请长照来帮爸爸做评估的时候，他们其实也帮我们说，那我们需不需要做扶手？啊，那时候考虑到就是虽然有补助了，可是金钱还是主因，就觉得说那就算了吧。因为我会觉得说愿意来帮助我们，我们就会很诚心的去接受你们的帮助。后来就做了把手嘛，然后帮我们改善了浴室啊，就是这样子爸爸洗澡就更方便，真的是对我们就是蛮受益的。我绑绷带是避免就是我这样子往内翻，对，因为往内翻会不舒服啦。其实之前我也是蛮忧郁的，因为我觉得我就是跟人家不一样，我会怕接触人群。慈济师姐来的话，就是觉得不会就是看到你这种人就会惊。阿志，我们来了。嗨，师姐，嗨！哇，你好，你好，小姐，哇，你给我演一下，我啊，我，爸爸最尊重我，来，来，给爸爸喝，哈。
关心弱势家庭超过20年的蔡秀菊，表面上总是笑嘻嘻的面对大家，其实她也走过自卑不如人的心路历程。可能我书读不多，我才国小的呢，我就是会安尼，足惊讲唔对话，我拢感觉我足含慢的啊。人咧讲啥，啊，我反应要安那个应，啊，我若要伊个看，我个头脑好像会空白。一早拢头暗暗，不敢正视看人家。Hello， 阿桑，林志伟，林志伟，美丽林志伟，我是美丽的，是相片的，我今仔有来呢。精神真好哦，袂惊咯。啊，你爱听小倩的话，爱看做迄落嘿。复健，复健，吼，安尼手安尼，好不好？你安尼你嘛，安尼复健。阿姊，我们来看你的房间哦，吼，我明仔载就甲你跟他。往内移，往内移，往内移，好好好。这张面床嘛要去。哦，这张嘛要去，安尼吼。规桌。伊就是歹去。哦，他全部都清掉。对对对，伊就是落乌落去啊。我不敢跟你对视的话，我会觉得有时候人的眼睛可以杀死一个人。因为伊就是个子排名超高傲，但是跟你们接触，我会觉得好像你们很容易融入我们的想法，啊，也不会让我感觉就是说有一种高高在上的感觉啊。好像不对哈，啊，杰在上面。对对对对对，不是夹拢位哦，啊，夹拢位啊，啊，你都。哦，压紧了，打紧了，礼拜五的时候叫我，我只让你下盘烤。你讲可以去耳朵鸡蛋糕哦，自己烤，你要打工哟。秀菊没说，大家不知道，她以前在彰化西湖镇上经营快餐店，做午餐和晚餐。厨房的快速炉火，就像他的人生充满了紧急和压力。人客若来，咱就足紧张、足急的。以前都真的很辛苦。以前我大女儿都啊国中迄年，我就出来创业。做生意就是不服输，我咧赚拢足大罐，啊，掌厨拢我啦，买菜啊，大鼎拿大鼎啊，我会菜。中午才吃过。中午才吃过，怎么这么好？过度操劳，她提早退休照顾孙女。传统女人的韧性让她熬过骨刺、膀胱脱垂、白内障和更年期，唯独掉发依旧是个压力。每家做拢有家家难念的经，啊，可能我较熬操烦，拢睏无好，拢失眠，会安尼一直想，啊，想就睏袂去。真的，到最后要去看身心科诶。有一段时间掉得很严重，师兄姐拢拿慰问那个看到讲，哎呦，看你头毛那哪个拢无，哦，光看到足唔甘的，我听到足心足，感觉好哩，刚才要够有人来关心我。一句话的抚慰，让低潮的秀菊恍然大悟，原来家人一起做志工的好朋友，一直陪在身边。人家说哪里有医生就带他去看呢、啊，跑最远跑到屏东去了。他那时候刚掉发的时候，我说真的，我们看着看在眼里，真的觉得很心疼。转善哦，咱家己的心轮转，咱的身嘛爱转啊。为长者改善居家安全，除此之外，提供弱势家庭的学子新芽。就是在去年年底的时候，就安美计划完吧。他的头发渐渐的就长出来了，我们也真的很替他感到高兴。你看他今天把头发盘起来，这我几乎没看过他做这件事情。来来来来，我直接都进去啊，孙亚直接都进去了。不要的先撤出来，好，他阿志的房间的叶明成要切割姐姐一间，暂时咱先安呢，啊后续再来看刀啊、衣啊、花。阿志的家囤积了不少东西，爸爸过往留下的工作台、用不到或者已经坏掉的家具，闲置在家造成走路的障碍。但阿志和姐姐行动不便，没有办法搬迁。
今天是几位慈济志工前来帮忙，一起动手清理大型废弃物。我要的，我要的，天好爷。他那个是填充的，所以外面只是好看而已。所以你还要留着用吗？真的，他还要留着用。我差不多了，不然。因为我多地方，但是我都不行。对啊，算了，快进来，这个不要了啦。因为阿姊有一摆讲伊嘛不妥，伊讲伫厨房内底，阿伫咧做工课，阿伊嘛无甲因姐姐讲。我讲你安怎爬起？伊讲阿都倒爬起。我听着足唔甘的，伊安尼足严厉的，家己安尼跌倒，伊嘛唔敢甲厝的人讲。咱袂放心，咱就甲伊讨论讲，是毋是阮空间来甲你整理整理的，让你环境较好咧。哦，你的你行卡，迄个较袂摔倒，啊，他们就同意。其实昨天我晚上也一直在思考，我做这个动作是不是不应该，让大家百忙之中就是特地拨空时间来帮忙清理。大家看到，哦，等嘞，够电了，不是够电是。我在天山爱修，我等下再这太多花太多钱在这边了。啊，这先放这里好不好？阿志的犹豫，只因为不想成为别人的负担。但是现场每位志工的尊重、互动的温度，暖进他的心里。啊，这边都不要动。这边不用动。好，你小心哦，小心走路。啊。你翻出来的东西，说真的，很多都是回忆啦，就是有好有坏啦。我要清掉了，所以我要把这些不好的回忆都忘掉。我想要汲取现在目前最新的回忆，就是跟慈济师兄姐的接触。废弃物，顺便擦地板和天花板，清理门窗。阿志知道志工会额外做很多事。真的，你又做得对了。那还要叫呀？哎呀，你不够拉了。真的。一人拉一边啊，师兄，一个拉铜管，一个拉泡棉，那你才提不出来哦。阿卡巴尼，我走哦。太危险了。好。不但捐出回收物，还现烤鸡蛋糕慰劳大家。这是种口味呢。哎，感谢大家无气呀。我不是，我那个是放酱的，真的好吃。今天会做比较多的没？很香，我讲这个他做的家人他无赶快，真的他头脑很好，就赞叹那囡仔实在是足乖。各总共一下心情要转，让我较快乐的呀。啊，头发有没有多长几个？有啦有啦，应该有啦，应该都长出来了啦，就越来越多啦。就感恩我今日有这个好姻缘，跟阿志他们这一家结好善缘，希望当大家安尼互相安尼，咱会当甲鼓励，伊嘛当鼓励我。